so excited to be back in Tainan after I think 10 years I have not been in Tainan. AMD 执行长苏志峰回到故乡台南，超微有计划在台湾盖研发中心，台南是选项之一。Here in Taiwan, we do a lot of collaboration with our supply chain partners, our design partners, and our customers. You know, Jason and our teams work very closely together. To bring together the best talent to build these incredible platforms together. So, 南方半导体论坛，苏志峰和宏基的董事长陈俊胜谈 AI 未来，趁这个机会回家乡走走看看。坐在台下的苏爸爸拿手机拍女儿，骄傲无比，也透露自己的私心。那最好就是在他的故乡，这个更有意义。苏爸爸是投台南一票啊，当然有台风来的时候，县市首长都要留下来；有苏志峰来的时候，县市首长也要留下来。如果他们家族会议也跟股东会议同样重要的话，那都很，我们都愿意去努力了。为了苏志峰取消泰国行程，台南有南科和沙伦的科学城，一切准备好。一个小时的论坛结束，苏志峰还临时加码和高中生面对面。团体合照，苏志峰学学生比出手指爱心，还赞美学生的英文很好，连霸五年最高薪的女 CEO， 旋风释访故乡台南，一睹她的风采。 TVBS 新闻徐继红、艾昭贤、宋佩文台南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